此雪花落下，永恒即将许下你的明天，是深爱你的我最想去的地方。白色雪花落下，向天空看一遍，太阳漫长，终于给来到身旁，你就是我灵魂的渴望。浪花不停歇，初见就沦陷，少年时先安排那笔遇见，成全最久的瞬间，连不见最久的瞬间。前方啊，左手边都视线照顾一下下，今天感觉这个装扮一派轻松，可是呢心情真的是很愉快。2018年花椰菜的太太呢，等一下我们就会让命运为我们来进行揭晓。好，最想去的地方就是炎亚纶的舒服的床上，这个姿势受不了，一连拍二连拍，躺在胸前啊！天哪，这姿势逆天哪！再来，哦！躲在他怀里，躲在炎亚纶的被窝里，有味道吗？哦，好娇羞哦！把他头发整理一下。怎么样？你刚刚被他整个搂在怀里耶。他下去会变成他不想走了啦。那你到后台休息。说那个滚床没有 stay， 但那个 pose 马上瞬间三连拍就直接摆出来。哎呀，你也知道经验多了嘛，不是？床上太方便了。哪方面的经验？躺床啊，你每天睡觉也睡了30多年了，对吧？每天都有不同的姿势嘛，对。旁边都有人吗？这么自然就有反应？旁边有一些玩偶跟幻想的人物吗？所以有拍吗？有拍什么啦？你不要再乱问了。黑妹，士林水果卖那么贵，你有什么？哦，很坏，不可以啊！就是因为以前士林夜市是。怎样？又回来。反正以前士林夜市的水果很便宜耶，然后我们都会常常去买，然后去吃，有像什么甘草芭乐那种，哦，很好吃。然后现在一包要这么贵，是有事吗？不要这样子，大家都是辛苦钱，对，每个人的钱都是对。好，还要再了解是不是？他一直在推我，你也没蕊过，真的没有蕊过，千万。